哎，乖乖，你第一次投票嘞，你有想要投给谁有吗？啊，妈，我不知道哎，你觉得呢？你看，你看这个李哦，看起来不错嘞。啊？啊，谁？我不认识这个，反正这阵子很多人讲不好嘞。哎呀，你投他就对了啦。觉得这样不对，我们应该选出更好的团队来领导国家。过几天就要投票了，你们年轻人想好要投给谁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嘞，可是我想让妈妈当首相，这样我们国家比较多。你嘞？叫我们一起投陈鸿斌哦，阿华当首相，这样我们那些也越好。哦，哇，不错啊，年轻人很有想法，我们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119，大家记得一定要出来投票哦。我们一起投3号陈鸿斌，我们一票一希望，自己的未来自己决定。